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315面，315面，倒数第七行。倒数第七行，从当中会书这里看起。会书曰：一财即食品，一法周无福，故曰大事主。盖为一财食救济世间贫穷困苦之人，一法师普利无福闻法之事，故名为大师主也。昨天我们学到这个地方大师主一定是财法两种布施这一段特别的，我们要着重的这一句话说：法师普利无佛闻法。那么由此可知，一生能闻到佛法，这是最大的福报啊！比在世间做天王中国古时候称赞帝王说富有四海你得到全世界的财富，你成为这个世间的经纶神王，这人间富贵到了基础了，是不是有福之事呢？不是，还是无福之事。为什么？你的崇高的地位，无量的财富，你只能享受一生，你死了以后怎么办？没有一样你能带得走的死了以后还是要随业受报这个时候才知道自己真正没有福报。那么有机会闻到佛法的人，这也是再贫穷再没有地位，如果这一生有缘，这个缘很殊胜，他这一生就成佛去了，一了一切了，这个大福报这一生没有缘不能成就，来生后世一定会遇缘遇缘他就能成就这是真实的福报
文法的种子，在阿赖耶识里面叫金刚种子，永远不坏，永远不灭。所以我们就知道了，事出世间再大的师徒不能跟佛比啊。佛布施的是什么？是佛法。啊，世间人布施的是财宝，跟世间法，不是佛法了。但是佛法还得了吗？不得了啊。这些话，我们要记住啊。啊，为什么我们这一生有无比殊胜的福缘？啊，但是问题在哪里？问题在我们不识货，不知道啊，这是世出世间无与伦比的珍宝啊，因此当面错过。把这一生成佛的机缘错过了。阿赖耶识里面佛法种子永远不灭，那在等来生后世。来生后世在轮回里头又不知道要吃多少亏，受多少罪。这个无可奈何，不可以怨天尤人，自作自受啊。聪明机灵的人，我们见过一个人啊，这大概是4-5年前了，深圳黄忠昌居士，聪明绝顶啊，才30出头，他听到这个因缘跟别人的想法不一样啊，听到这个极乐世界，他真的就想往生，他想就想去啊。听说念佛3年可以走，可以成就，他就闭关3年。向小丽跟他互关。向小丽福报从哪来的？这3年互关来的。他就是一部《无量寿经》，一句阿弥陀佛，每一天不中断呢。用的是地心老和尚传授的方法，练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赶紧接着再干。念到2年10个月，还差2个月满3年，他欲知时至，他就往生了，到极乐世界去成佛去了。这是什么呢？一等一的聪明人。给大家做证明，世尊讲三转法轮，3种方式教学，第一种对聪明人指示你，
这种人善根福德深厚，很聪明，一告诉他，他就明白了。黄忠昌这样就是一等人啊，他对这个世间没有留恋啊，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就成功了。啊，第二种人，这是绝大多数的人，中等根性，啊，不是上根，也不是下根，啊，用什么呢？用劝导，49年讲经教学，都是对这种人。啊，不上不下，自以为很聪明，意见很多，想法看法很多，耽误了啊！第三种人，这下根人，劝不动，不相信，叫什么？拿证据来，亲眼看到了，他相信。他没看到，不相信啊！啊，所以叫做正转。啊，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证明啊，历代祖师大德都给我们做证。啊，黄忠昌是特别给我们事先一个证明。啊，2年3个月。功德圆满我们比不上人家了妙法莲花经有一段经文说成就四法你就能其如法华境界啊，其如法华境界就是成佛法华跟华严是一不是二这四种法是什么呢？我们不依照经文的文字，我们依大家听了很容易体会。第一个，接受诸佛护念。啊，它的原文第一是。为诸佛护念，我不用为，我用接受两个字。为什么？诸佛护念是平等的，佛没有特别护念哪一个人。佛对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平等护念，我们在《贤首过思望境还原观》里面明白了，《华严经》上所说的妙觉佛果，这是真正无上正等正觉。啊，这样的菩萨，这是佛了，究竟圆满的佛。
住长极光啊，不是在十报土啊，它是在极光土啊。以自性本具的智慧德相，护念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啊，护念到什么程度？一毛一尘的微点。啊，这前面我们学过的。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接受啊？他不愿意接受，佛不会勉强人。啊，佛完全随顺自然，叫法尔如是。啊，什么叫接受呢？你有机缘听到一声阿弥陀佛，听到一声观世音菩萨，啊，诸佛菩萨的名号，你听到一声，那就是有缘了。啊，听到能不能接受？这个接受是什么？第一个是欢喜心，第二个是相信，信佛、信菩萨，再进一步是理解。啊，明了名号里面的含义。智慧德相，接着深结意趣，最后发愿念佛，啊，支持名号。这叫护念呐！这个缘我们大家都有，有没有接受？有接受，接受的程度不够，接受的很浅。接受的很少啊，所以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还是懈怠懒散，成就没有把握我们能不注意吗？啊，要怎样？帮助我们深度的接受，大幅度的接受。那要靠后面三条了。啊，第二条，执重的本。植像植树一样啊，栽培呀、啊，种是种多啊，德本，我们讲的四个根，这德本呢、啊，
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沙弥律仪，这是德本。四个德本，如果总的来说，就是孝敬。敬业三福里面说得好，非常具体，孝养父母，奉师师长，四个德本就落实了啊，这个种植德本就落实了啊，就是孝亲尊师就落实了，四个根呐 啊敬宗同学学习的五个科目，这都是德本。五个科目三福六和三学戒定慧六度普贤菩萨十愿，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言语造作，绝不离开这一个标准。啊，四个根，五个科目。你才能接受诸佛深度的护念。第三个，入正定居，这是说你在一生当中，你有一个正确的方向，有一个正确的目标。我这一生为什么？为达到我的目标，啊，对准我的方向。一个方向，西方极乐世界。一个目标，亲近阿弥陀佛。我们发愿做弥陀弟子啊，要做弥陀真的弟子啊，不是假的。啊，幕后一条，法救一切众生之心，啊，这就是发菩提心了。菩提心里头最重要的就是救一切众生，啊，救度一切众生。善巧方便呐，利益群生啊！我们生在这个时代，可以说全世界的众生所受的苦难，在过去历史上找不到。科技发达了，科技带来我们一些生活上的方便，
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我们付出多大的代价？我相信一个很普通的人，要是冷静去思维，立刻会感觉到我们得不偿失。我们付出的太多了，我们得到的太微少了。我们付出什么？我们付出是世界末日，付出的是整个众生在地球上灭绝，我们付出这样惨痛的代价。值得吗？啊，有少数人，真的是无知啊。啊，责怪我们老祖宗为什么不在科技上求发展？科学技术最早的发源在中国，为什么不继续发展？让别人好像后来居上，中国人知道这个东西发展到最后，如果圣贤教育要是跟不上，悲惨世界就跟着来了。也就是说，科学早一天达到最高峰啊，地球就早一天毁灭。啊，所以中国古圣先贤不愿意看到这个事实真相。把科学技术这一门放弃了，啊，加强人文教育，啊，对伦理道德特别注重，它有道理啊，有真智慧啊，有真慈悲心。啊，佛说成就这个四法，就能够得到一生成就、一成得度的殊胜福缘。这说到最后是什么？说到最后啊，就是这一部《无量寿经》。就是这一句六字洪名，啊，我们今天有几个人真正认识无量寿经？不但度自己，能度一切众生。能度一毛一尘，微点里面的一切众生，不可思议。
我们接着看下面这个注解：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这两句是经文。长夜欲众生之沉沦生死，常云生死长夜。啊，这是比喻。比喻什么呢？六道轮回呀。你什么时候能出得去六道轮回？没指望。祖师大德门常说，在世尊末法这9000年当中，除了念佛法门之外，任何一门都不能够度脱轮回。佛在经上也是这样说的。啊，佛说，正法时期1000年，戒律成就，持戒就能得定，就能证阿罗汉果。啊，证阿罗汉就超越六道了。相法时期禅定成就，末法时期净土成就。持戒修定不能超越了，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末法1万年，第一个1000年过去了，啊，今年照中国祖师大德所说的，释迦牟尼佛灭度3038年。啊，末法1万年，第一个1000年过去了，第二个1000年呢，已经过去38年了。往后啊，只有这一门了。下莲居老居士出现在这个时代。啊，末法第一个1000年的末后，为我们汇集这一步，究竟圆满修学的宝典。啊，黄念祖老居士为我们做注解，引用经论190多部啊，我们今天展开大境界，无比的欣慰，无量的欢喜啊！庆幸自己在这一生得度了，只要有这一部经，一句佛号，
就决定得生净土。往生净土之后，释出世间一切法，你就圆满获得了。我们再看下面，一表明暗无光啊，这个夜晚表法表这个意思啊，真正的意思是众生无明复心，昏迷不觉，沉生死海，妄受诸苦，冤枉啊！那众生可怜，最可怜的是什么呢？迷失了自信，就是他糊涂了，没有智慧。明是代表智慧，没有智慧，所以他的心是昏迷不觉。啊，这样才沉沦在六道，六道是生死海啊。六道搞轮回，决定是在三恶道的时间长，在三善道的时间短了，在这里面受苦受难，冤枉。啊，为什么呢？自性里头没有六道，不但没有六道，四圣法界也没有，声闻缘觉菩萨佛也没有啊。全是假的啊，可是他迷在其中，他就是醒不过来。就是没有办法超越。诸佛菩萨怜悯这些众生，为令永离一切忧悲苦恼，出生死长夜，故于财法二十啊，所以佛菩萨来做大施主啊，施财施法了。而其中慈悲至极者，则为令其出生众善根，成就菩提果，一切施中慈施最上啊！没有任何一个布施能够超过这个根上了，再没有了啊！真正是慈悲到了基础。这是谁呀？诸佛如来。那我们想一想，夏莲居老居士用十年的时间汇集成这样一本经本，
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黄念祖老居士奉师命来为《无量寿经》做注解，也是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啊。他们来到人间，受苦受难，来做什么？就是为这桩事情来的，不是为别的。这一桩事情做圆满了，他到极乐世界去了。最后给我们表法，往生的前半年，万缘放下，一心念佛。啊，他告诉我，一天念14万声佛号，半年就走了。这什么意思？我们有没有能体会出？最近这半年来，许许多人都没有机会了，提出2012灾难预言这个问题在讨论。啊，时间越来越近了，有一点感觉到来不及了。黄念祖老居士为我们表演的，我们明不明白？只要半年的时间，一天14万声佛号，极乐世界成佛去了。啊，那么算算现在的时间足够啊。啊，如果把时间定在2012年12月21日，2年的时间，黄念祖老居士念佛半6个月，我们有4倍的时间，前人的视线用意很深呐，我们看到了，听到了，要懂得。我们现在就要做出心理上的充分准备。不惊不怖，没有恐惧，没有忧虑，没有牵挂。啊，我们还有时间来学习《无量寿经》。啊，我常说，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放下。啊，要认真去学习，不执着，不分别，
不起心，不动念。自己的前途，自己决定的。自己要负责任的。我们要学菩萨的财法二十。帮助一切众生明了大法，法摆在这里，许多人不认识，我们今天用微信，用网络，能够打开网络的频道，有缘人，还有很多人不知道啊，那就是没有缘了。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卫星频道在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都可以收看得到，这就是好比诸佛护念众生。可是有人打开频道了，有人不打开啊，有人愿意接收，有人不愿意接收。那另外一种方便，现在讲做光碟流通，印书他不愿意看，娑婆世界耳根最利，他喜欢听不喜欢看，听得懂看不懂。我们要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了，帮助他们。这是好事情。所以佛菩萨有智慧，有善巧方便，我们做佛菩萨弟子的人也要学菩萨这些本事，以善巧方便帮助一切众生觉悟，帮助一切众生找到超越六道轮回的门径。所以一切事中，此事为最上，令一切众生离究竟苦得究竟乐。这是讲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但于令众生畜生善根，成就菩提，则莫若持名念佛求生净土。
那就更殊胜了。当然，前面所说的出生善根成就菩提，一般人比较容易接受。持名持佛名号，求生净土啊，那就更难了。能接受的人就比较少一点。这两种都要做啊。这两种都属于大乘。怎么个做法？随缘、随分，没有丝毫的勉强，那就对了。我们再看底下说的，我若成正觉，念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经文上这四句偈不可思议，佛的福报大，你从这四句当中你就能知道了。他是欢迎十方世界所有的众生通通到我这个道场来，来到这个道场就成佛了。这福报多大！拒绝别人来到场的，没有福报啊。欢迎别人来到你的道场，你的福报一定大。我道场太小了，容纳不下，怎么办呢？你的道场会随着你的心量扩大，真的吗？真的。为什么？诸佛菩萨加持，你的道场自然就扩大了。大到什么程度呢？大到像一个大城市，在我们这个世界，真正想学佛的人，真正想修净土的人，真正想一生成就的人，你是净宗正法道场。大家都到这里来聚啊，都想到这来学啊。十年就成为一个都市，20年就成为一个大都市。这个都市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无心呐，不可思议。我的年岁大了，这种景观
我看不到。你们后起之秀啊，要发菩提心呐！啊，会在你们那一代成就。这是佛法，久住世间又一种形态出现在世间。念老在注解里面说，此四句乃大愿之心，全经之也，设法如来度生之妙手，一切众生出苦之宝法了。这四句偈是阿弥陀佛，我们要向他学习。啊，我若成真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我们听了这四句话，就知道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们一个人去，阿弥陀佛欢迎；如果我们带更多人去，阿弥陀佛会开迎新大会呀！啊，无比的殊胜庄严呐、啊！为什么不多带几个人去呢？哎呦，把我的家亲眷属都带去，小心眼。啊，认识不认识的全带去。这样阿弥陀佛就赞叹你了。啊，众生就感谢你。啊，为什么不在这上干？有智慧，有能力，还有精神体力，要认真努力地去干。许许多多不同族群、不同国家的人士，希不希望这个法门呢？我给诸位说，没有不欢喜的，可是他有文字的语言的障碍啊。那么我们今天有能力的同学要真正发心，把外国语文学好啊，做出正确的翻译，介绍给他们。啊，如果再往深处去着想着言呢，你要把中国的语文学好，教他们学习中文。直接看中国的经典，那就更好了。
弘法利生啊，要度全世界的人啊，不同的族群，不同的言语，不同的文化，对于他们，我们应该怎样把中国五千年来古圣先贤，他们都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大德了，他们有真实智慧，真实的德行，真实的教诲，我们能发心帮助别人，肯定三宝就加持你，成就你自己。为什么？自己不成就，你外国文字再好，你也翻不出来。必须自己有悟处啊，有其如啊，你才能翻得出来啊。佛法在国外有不同文字翻译的经典，是不是能跟中文翻译的一样呢？在我们想象当中，不可能一样，差距很大。什么原因？当年将梵文翻成中文的这一些译经的法师，其中许许多多人是佛菩萨再来呀，不是凡人呐，有修有证。那外国就没有吗？问得很好。有跟没有，关系在众生的福报啊。众生有福，佛菩萨来了；众生没有福，不能感应佛菩萨。那中国人比其他地区人福报大吗？是的。为什么？中国千万年来传统的教学，孝亲尊师，道理在此地。不孝父母，不尊重老师，纵有感应，感应的力量很薄弱。人懂得孝亲尊师，那个感应的力量不可思议。所以我们现代的中国人跟古时候中国人比差得太远了。什么原因？现代中国人把孝敬淡薄了。日常在自己心目当中，谁最重要啊？自己最重要。
啊，现在社会上所提出的以人为本，人是什么？我自己，以自我为本。这说的不好听一点，以自私自利为本。中国古时候教育不是这样的呀，以什么为本呢？以孝为本呐。孝是什么意思？你们看看中国的文字啊，孝。中国文字造字的原有六个原则。啊，来造的文字。孝字在六个原则里面，它是会意，让你看到这个符号，你体会它的意思。这上面是个老，下面是个子，合成一个字。这什么意思呢？过去跟现在是一体，就是佛经上讲的“横遍十方，竖穷三际”，就这个意思，表这个意思。整个宇宙、法界、虚空界，一切万物跟我是一体，像是这个意思。啊，以什么为本呢？以宇宙万有一个共同生命体为本，不是以个人为本的。啊，个人是这一个本体里面的一个小分子而已。啊，像我们是人，好比的，这个人生。比喻做宇宙的本体，那我们人呢，是人身上的一个细胞，不是以一个细胞为根本，整体是根本。啊，这是古代中国人他们的概念。天下为公啊！啊，老子说得好啊，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以这个为根本的理念。啊，所以他讲博爱，讲大同啊，啊，爱是什么样子呢？古圣先贤给我们举个例子，父子有亲，父母对儿女那种爱，那是真的，没有条件的，没有代价的。啊，在什么时候最明显呢？三四个月。最为明显，
看父母对儿女的照顾，无微不至啊。大圣大贤，诸佛菩萨，用这样的爱，对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弥陀用这样的心欢迎十方世界，都到极乐世界，来学习，都到极乐世界来成就。念老这几句话说得好，这个四句是大愿之心，全经之言，十方如来度生之妙手。这是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如来怎么扯到十方呢？正因为阿弥陀佛建立了极乐世界这一个大道场，欢迎十方世界的众生统统都去啊！所以十方世界诸佛如来乐得清净自在，把所有众生统统劝导他们到极乐世界去。诸佛都赞叹阿弥陀佛最优秀的老师，最好的老师，佛中之王。光中极尊，光中极尊是赞叹他的智慧，佛中之王是赞叹他的德行。你看我们娑婆世界的教主释迦牟尼佛不都劝我们到极乐世界吗？这就是如来度生之妙手，他为我们指点，为我们介绍，叫我们到极乐世界去。一切众生出苦之宝法了。法在此地，比如渡水的工具。现在我们通常讲宝舟啊，灾难来了，要坐大船，好救度众生。你们看到2012的电影，不就坐了宝舟吗？坐了几条大船，一条大船可以乘几万人。殊不知，这一部《无量寿经》，这一句阿弥陀佛，就是一切众生出离六道轮回的宝舟啊！一点都不假了。48愿，全是此四句之开言。
前面我们学习过的啊，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四十八愿呢，就是这两句话：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是这两句话的展开演绎。如善导大师所谓，愿愿皆表念佛也。善导大师，阿弥陀佛应化在中国，就像普门品里所说的，应以比丘身得度者，即现比丘身而为说法。啊，善导现比丘身，应化在中国。所以善导大师所说的，那就是阿弥陀佛自己讲的四十八愿，愿愿皆表念佛，没有一愿不是以念佛为指标的。弥陀圣号居无量意，这是真的，不是假的。阿弥陀佛这个名号是梵语音译，阿翻作无，弥陀翻作量，佛翻作觉。啊，阿弥陀佛完全翻成中国意思是无量觉，就说这个里头多少意思。我们一般习惯上讲法界虚空界，万事万物把它归纳为六大类啊，讲经教学方便嘛，啊，把它归类，归纳为性相、事理、因果，就通通都包括了。性有无量意，相也有无量意，理有无量意，事也有无量意，因果也是无量意。真正具足无量意，下面举几个例子。无量寿，从时间上讲；无量光，从空间上讲；光明遍照，无量清净，无量庄严，庄严是美好啊。你挑不出丝毫的不善，无量智慧，无量菩提，乃至
无量之无量，这些话都是表无量意的啊，说之不尽。无量寿表常住法身，这是真的无量，不生不灭。佛无量寿，一切众生皆是无量寿。啊，为什么呢？自性无量寿嘛。自性所生出来的现象，性相不二啊，性相一如啊。啊，性无量寿，相当然也是无量寿啊。可是我们觉得说，这相有生灭，佛说相不生不灭，我们就不懂。哎，佛这一句话被现代量子学家证明了。量子学家告诉我们，物质确确实实是不生。这些科学家从什么地方发现的？就是从量子。量子比原子小，比电子小，比夸克还小。科学家认为大概没有再小的东西了，啊，所以他称它做小光子。它是物质现象，也是精神现象，也是属于自然现象。它存在的时间太短太短了，短到不能再短。所以你没有办法看出它的生命。它有没有生命？有。几乎可以说生灭同时。生灭同时，你就看不出的生灭了，所以也可以说它是不生不灭。啊，这是所有一切物质的基础，所有一切物质现象的真相。佛教的名词叫实相，啊，诸法实相。在佛经上讲，常住法身。
哪个法身？一切法。啊，一切法的物质现象就是它。这个意思很深，很广啊！真的是无量意。故以无量寿摄一切，啊，概括一切万法，如来名号。普闻十方，何以能够普闻十方？十方如来，诸佛如来，没有一尊不赞叹阿弥陀佛。没有一尊佛不劝导一切众生往生极乐世界，所以弥陀名号啊，自然就普闻十方了。闻名众生俱来我刹了，前面我们学过，闻后面必定有信，必定有解，必定有行，有证，证就是往生了。啊，信解行证啊，发愿求生净土，所以俱来我刹了，一称名故啊，即多善根。那么我们现在确实有一些同修感觉到自己造的罪业太多，业障深重啊，没善根，或者是善根不足。你听到这一句话，你就知道了。以称名故即多善根，要怎样培你的善根呢？念佛就是善根。啊，黄念祖老居士为我们实现，一天14梵声佛号，念了半年，这就是教导我们多善根多福德是怎么修的。阿弥陀佛是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当中福报最大的，你得大福，修大福，你不念佛怎么个修法？念阿弥陀佛是修大福报啊，念阿弥陀佛是修大善根呐，不难呐。啊，问题你不肯做啊，
修要修得纯，要修得正。啊，你对他怀疑，把你功夫破坏了，你里面夹杂也破坏了，不纯不正了。所以大师智教给我们的方法，度摄六根，净念相继，那你修学的方法是纯正，你所得到的功德是大圆满啊，福慧具足啊。修最大的善根福德，不要花钱的，不要操心的，没有麻烦的。这一句阿弥陀佛念出来，别人不听，不听咱就默念就好了，不要出声了。你看多方便，多自在啊，绝不麻烦别人，绝不干扰别人啊。他喜欢的怎么念出声音给他听，不喜欢的我们自己默念啊，也把功德默默地回向给法界一切众生。啊，这一句我们要注意，以称名故即多善根啊，要记住，得生净土必证菩提啊，你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菩提是佛果，必证菩提是必定成佛啊，殊胜圆满，智慧圆满，福德圆满，相好圆满，没有一样不圆满。就近方便呢，这是说这个法门。特别是讲到持名念佛，方便当中的方便，叫就近方便。弥陀大愿，所以超世，病号愿王，真在此也。大愿是指四十八愿。超世不但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而且是究竟方便，殊胜圆满。大乘法门里头有方便不圆满，有圆满的不方便啊，唯独这个法门持名念佛，
就应方便殊胜圆满。圆满跟方便都到了极处啊。这个不能不知道啊。啊，所以称四十八愿为愿王啊。啊，愿中之王正在此。下面看，如佛经色身妙相悉圆满，这是阿弥陀佛接待十方来往生的这些大众，普令成佛，平等、普遍的，没有一丝毫差别，让这些人都成佛道，跟自己完全一样。啊，如佛金色身，这个佛是阿弥陀佛。啊，金在此地也是表法的，表什么意思？永恒不变。所以称它为宝啊。啊，东方人称七种宝，把金摆在第一位，七宝之一了。啊，为什么？金银铜铁锡。其余四种都容易氧化，就变色了。唯独金不变。啊，所以称它为宝。啊，金色身永远不坏的身。永远不变的神，妙相悉圆满，不止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啊，这下面解释。愿来生我刹之人啊，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由来自诸佛世界的菩萨声闻缘觉，也有来自十方世界的天人、六道众生。人道的、阿修罗道的、罗刹道的、畜生、恶鬼、地狱，都有啊！哪一道的众生都有啊！啊，为什么？
因为那一些众生，我道众生，过去在人天都曾经修过这个法门，不但修过，很认真地修过。不过他疏忽了，他对这个世间贪念，没有想往生极乐世界。就像灌顶法师给我们开示的，念佛100种不同的果报。第一条，念阿弥陀佛堕地狱了。念佛怎么会堕地狱呢？他一念佛求福报啊，他目的不是求往生啊，他是求五欲六尘的享受。他念佛是为这个啊，五欲六尘享受能不能得到？能得到。复想完了，不是往生极乐世界，是往生地狱啊！怎么回事情啊？那么他在地狱里头，他有念佛的善根呐。地狱罪受满之后，要是遇到菩萨，劝他念佛到极乐世界，他一接受啊，从地狱就能往生到极乐世界。这个法门多妙啊，多不可思议啊！所以我们对三窝道众生能轻视他们，不可以啊！说不定他们将来到极乐世界成佛，还在我之先。懂得这个道理，了解这个事实真相，我们就再不敢轻视一切众生，不敢慢待一切众生，恭敬心才生得起来。这个恭敬是一切恭敬，连世间圣人都教我们。你看《礼记》上头一句，去离曰无不敬。对人对事对物没有不恭敬的，恭敬是信德，唯有信德才能见性。我们这种共高我慢，这些毛病习气很多人都有都是自以为是，一点谦虚都没有。这些都是障碍他往生的因素。虽然佛念得很好，他不能往生。往生必须把烦恼习气扶住啊，不能让它发作啊。还常常让它发作，这就去不了了。功夫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当中去锻炼。一定要学阿弥陀佛。
你看，对往生极乐世界的人平等对待，和睦相处，身相如佛。啊，跟阿弥陀佛完全一样，这个我们在前面48愿念过，身皆净色，同居32相，此皆愿闻中之第二、第三两愿之从属。啊，第二愿，身悉净色。啊，第三愿，第四愿32相，这样跟我们前面的都过啊，但跟殊胜圆满了，因习戒如佛也。啊，这个。这一句经文，知道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不止32相、80种好。32相、80种好是世尊的方便说。啊，为什么？佛当年出生在印度。印度人的习俗认为，一个人他的身相能够有这32种相、80种好，那这是人中最为圆满的，最具福德智慧的。啊，只有佛具足，转轮圣王亦有，但是没有佛那么清晰，那么圆满。啊，而实际上不止啊。有没有人见过你？我相信有。定中语言能见到佛，梦中有缘也能见到佛。你跟佛有缘，《楞严经》大师之圆通章上说：“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他前头有两句：“忆佛念佛。”啊，你常常念佛的人。心里常常想佛的人，哎，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定中梦中都算是现前，当来也是现前。当来是什么时候？临命终的时候，佛来接引，你见到了，你还没断气啊。哎，还是算你活着见佛的啊，啊，你见到阿弥陀佛了。啊，这个我们要晓得，真见到了，不是假的。啊，佛的身相多大呢？见到的人都说，太大太大。啊，像虚空一样，
相好光明。无法称赞，说不出啊。啊，观音是指这些大菩萨的相好，跟佛一样。啊，清清楚楚。啊，他是哪一尊佛，哪一尊菩萨？心里明了，一点都不模糊。啊，所以比愿文里面这两句话呢，更为殊胜圆满。通通都是经文，都是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说的，我们深信不疑。啊，学佛最重要的就是向佛学习。啊，经教里面所教导我们的，我们要真干。啊，要通达，要理解。啊，在日常生活当中要做到。端正心态，啊，改变我们的思想，改变我们的想法、看法。这叫真学佛，这叫真实受用。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